弘毅跟顺龙是相对衰家，跟两位旺家哈。其实这里局势这么明显哦，就可以衰家就可以有一些操作哦。是。像我觉得啦，被这种摸大把的哈，我自己觉得哈，我在控流方面我也有责任。是，比如说刚刚顺龙哥是要玩碰碰胡嘛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呢，会碰来碰去嘛，那造成了欧香俊这个混音社的杠上自摸3万。我觉得，自摸不是一个人厉害，是。因为一个胡出的作品是4个人共同创造出来的。是。那顺龙哥其实在这个状况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哦，对，也是。了。就是他力拼了这么多把。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那个决心，对他对，的战斗，战斗力，那反而弘毅是比较边走边看边走的，对，他没有那么强烈的进攻欲望是，那所以顺龙哥在这个状况底下，现在上庄虽然上庄不可能逃避嘛，对，但是手牌现在也是很好，已经听牌了，258条，258条，哎，该喊秘籍谁吗？秘籍？有吗？刚才可是北风，刚才是不是很早就碰等一下，我们刚刚正在讲那个混色的事情，然后错失了。来，自摸，顺龙哥是有 Mickey 自摸吗？真的是 Mickey 自摸，9台10台啊！恭喜顺龙恭兄喜啊！顺龙，哇！我接连2把的这个精华，我的这天个哪、啊！什么 Mickey 可以听258条啊？这太水了啦，对啊，太水这个。恭喜顺龙哥天听自摸啊！这个一摸也是逼近一位啊，舒服啊！泰明跟小宝你好，泰明最近辛苦了。泰明小宝你好，Yuyu，Hello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终于看到天听自摸，真的。但是你知道我也有过一次吗？哦哟。我也有过一次天听的，前一阵子，OK，OK，okay, 但很开心，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。